看看新闻网。因破产与前妻张小慧离婚后，钟镇涛已与如今的女友范江恋爱长达17年。在娱乐圈喜事连连的马年，也有消息称去年求婚成功的钟镇涛将于下月与范江在巴厘岛完婚。钟镇涛和范江相识于钟镇涛破产期间，17年来默默付出，协助钟镇涛走出困境，也算是患难与共。而在下月结婚的好消息传出后，钟镇涛也立马辟谣，并坦言会在年底完婚倒是真的。刘新的地综合报道。